我接到架电话，那个人就发啲信息嚟，佢要跟住啲任务做。若然我唔跟住啲任务做咧，我身边嘅亲密即系全部有事。呢个边个电话嚟噶？执到嘅，一个靓女嘅电话嚟噶。你话我需要报警冇咧？报警？电话你执翻嚟噶？你点同警察讲啊？我醒起啦！嗰日我执呢个电话嘅时候，喺间粥铺度执到嘅。件事真系唔简单咗。嗱，你谂下，而家多个目标人，我要跟我信息做冇啊？呢个周末我需要跟我信息做冇啊？做！如果唔做嘅话，我哋边度知道我哋下一步要点做啊？我冇可能你大庭广众做埋啲乜嘢嘛？我会濑嘢嘅。我陪你做，我陪你做。问，我唔知啊，唔好问我啊。点解佢会知噶？你唔好烦我啊！你真系唔认出嗰女仔咩？同埋呢下电话，又或者又收到啲咩奇怪信息啊？有一个蒙面人着住黑古勒过紧跟踪住你咁。又系你，你冇错啊！得罪了你们什么？没有，你冷静点。我没得罪过你们啊！你冷静点。红面人，飞勇。